张泰山表示守三垒不是问题。记者方斌照射。记者林佑晨台北报道，张泰山延续球员梦想，11月预计赴澳职阿德莱德鲨鱼队效力。张泰山透露，前一晚球队执行长和他餐叙时，有问过他是否能够守备，他一口答应能守三垒，近期也在经纪公司安排下特训。老板问我要守一垒还是三垒，我就答应他守三垒没问题。张泰山中职生涯最后一年有守备记录是2015年在统一狮队二军，该年度他仅四场守三垒的记录。去年效力日本独农的岛蓝软袜时，也多半是担任指定打击。张泰山说，其实自己都有在练，但现阶段练习强度要再加强，有经验加上万全准备，年龄不会成为影响。经纪公司也帮他安排好场地和菜单，让他提高训练强度，以备正式比赛守备。